逸精神，融入安逸的根与魂，重安正义，辽河两岸山水如画，这是天地自然赠予安逸的傲人禀赋，让崇尚安宁刻写进安逸人民的灵魂印记。厚德实干，屹立天下，这是千年历史生植安逸的岁月积淀，让信守节义流淌在安逸人民的血脉基因。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开拓创新，这是江右商帮注入安逸的古今传承，让自强不息激荡在人民的秉性特质。奋进新安逸，拼搏新征程，安逸就此发生，重安众逸，敢为人先。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海外侨胞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安逸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仪式。首先呢，请允许我荣幸地为大家介绍一下莅临活动现场的领导和嘉宾。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张之明，欢迎。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罗立都。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陈建和。省侨联秘书长蔡俊。省侨联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部部长傅芳。中共南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饶少卿。中共南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麦建宁。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许日强。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良清。中共安逸县委书记谭伯乐。安逸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俊。安逸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帆。海外江西人编委会主任、阿联酋江西商会及同乡会执行会长、阿联酋乐永集团董事长王乐永。美江联主席、北美赣商联合会总会会长、美国硅谷风投学院院长钟德辉。来到现场的呢，还有省市县相关领导以及江西侨领代表，让我们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下面请中共安逸县委书记谭伯乐上台致辞，大家掌声有请。尊敬的张主任、罗主席、姚部长，各位领导、各位侨胞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虎去雄风战，兔来喜气浓，今天我们相聚多彩山水，化蝶安逸，参加江西省海内外侨胞新春迎年欢活动，共同见证安逸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在此，我请代表中共安逸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侨胞、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省政协、省侨联、市侨联长期以来对我们安逸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翘首以盼，很期待与大家携手注目，经过多年的决心奋斗，我们安逸县当前进入了蓄势突破、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随着南昌西二环加速推进，高新园区华丽蝶变，支教新城冉冉升起，安逸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更加凸显，正在成为各商投资兴业的热点。
我们衷心期盼省政协和省市侨联一如既往的关心我们安逸发展，更多的帮助推荐宣传安逸，搭建地外交流合作平台。我们热诚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侨胞常来安逸走一走、看一看，感受花莲安逸的别样美丽。最后向各位领导、各位侨胞、各位来宾拜个早年，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皆得所愿。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进行第二项议程，有请市侨联主席麦建宁宣读中国侨联关于确认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通知，掌声有请。中国侨联关于确认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侨联、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侨联，根据《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管理办法》，经中国侨联世界49次主席办公会议审定，确认国家游泳中心、江西安逸古村群等机构和单位为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各级侨联要切实加强交流基地的建设，充分发挥交流基地的作用，利用交流基地积极组织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履行好监督职责，切实维护交流基地品牌良好形象。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2022年9月，谢谢大家。谢谢麦主席。安逸古村群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典型的港商文化村。今天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落户安逸古村呢，可以说又为我们安逸增添了一张国字号的名片了。接下来进行第三项议程，有请省侨联副主席罗立都讲话，我们掌声有请。温暖的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这里参加我们中国侨联文化交流基地的揭牌，这是我们侨界的一件盛事。为了做好我们交流基地的工作，我在这里也提三点希望。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筑牢文化交流信念之基，要通过中国华侨文化交流基地这个国家级的荣誉和阵地，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主题教育，不断增强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将根文梦真正融入到我们广大侨胞和广大群众的血脉当中，不断汇聚侨心向党的磅礴力量。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侨务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升植文化交流工作的爱国之根，要把握侨联文化交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海外侨胞对于主席国文化的精神需求为切入点，积极组织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弘扬中华文化、江西文化，传播江西声音，展现安逸风采，努力打造好面向世界的文化名片，为加强江西与海外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三，要借助交流基地的平台，勇担文化交流工作时代之责，希望安逸县委县政府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我们侨联事业，支持我们华侨文化交流基地的建设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文化引领、文化寻根、文化汇侨的作用。希望我们市县侨联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地的监督管理，促进规范化建设，完善运行机制，热情为侨服务，发挥好基地等各方面的作用，做出新的成绩，展现新的作为。再过几天就是春节，在此我也提前祝福我们的侨胞朋友们，我们各位领导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罗主席的美好的祝愿。好朋友们，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省政协港澳台侨国办事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副主任张之明
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罗立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饶少卿，安义县委书记谭伯乐一同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有请。同时，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麦建宁，安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俊，安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帆，安义县侨联主席李瑶上台见证揭牌，有请。好，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我们现场响起最热烈的掌声，好吗？好，刚才我们共同见证了安义古村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荣耀，在今后的日子里，安义古村将持续发挥中华民族光荣传统，注重涵养，巧借资源，用实际行动不断巩固和发展全体中华儿女文化传奇的成绩，铸就辉煌。画里安义千年古村，今天我们相聚于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安义古村，向江西海内外侨胞致以新春的美好祝愿。首先有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饶少卿致辞，大家欢迎。尊敬的知名主任、立都副主席、伯乐书记、各位侨领、各位嘉宾、广大的海外侨胞朋友们、同志们，大家下午好。在这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举办瑞兔贺岁传乡情、万象回春聚侨心的新春云联欢活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桥动力。在此啊，受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李红军同志、市政府市长万广民同志的委托，我谨代表南昌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和支持南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位侨领和海外侨胞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位海外侨胞朋友们大多与南昌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深知家乡的兴盛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不论家乡发生任何事情，都会时刻牵动着你们的心。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国内新冠疫情突发，你们第一时间向家乡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危难时刻的大义担当、守望相助，更展现出万水千山都永远无法隔断的血脉亲情，点点滴滴我们都牢记在心。希望通过今天的与您相聚，你们可以眼望到南昌市安义县古村的故乡年味，而听到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好消息，用心感受到南昌人民的幸福与热情。今天的南昌活力无限，潜力无限，商机无限，情谊更浓。朋友们，所有的相聚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在这里，我诚挚地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走进江西，回到家乡，投资南昌，在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之中收获更大的成功和喜悦。最后，衷心祝愿本次迎新春迎年欢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兴旺、阖家欢乐、皆得所愿、万事如意。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环节，为海外华人华侨送上新年祝福。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张之明、张继清、罗立都、陈建和、饶少卿、麦建宁、谭伯乐等领导为海外华人华侨赠送香囊，有请。
载歌载舞，憧憬新的一年里春色满园，花开四季。阿戏跳跃传心意，舞姿奔放展大气，舞起来吧，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齐心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由李丽等带来的彝族舞蹈《阿戏跳跃》，请欣赏。日子里头呢，我们也把安逸非物质文化遗产唢呐制作代表性传承人李中安请到了联欢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他为大家带来唢呐独奏《黑土地》。
至于秦腔，实乃招牌路数，潘家绝技。接下来由杨蛮为我们带来妙趣横生的川剧绝活变脸。演唱的《灯火里的中国》，请欣赏。